报税季节将要来临，国税局好为客情所特别举办了税务新妈祖节，伫七号妈祖经举办写信比赛，同时嘛鼓励来参加民众会当用手机啊申请电子发票，做回来推行环保节省资源。就是要鼓励民众呢，能够在购物收取发票，也希望民众能够用多多采用这个有载具的电子发票，让我们这个发票呢可以减少这个纸张，然后我们大概全年的，如果说大家都能够用电子发票，几乎可以少砍8万棵树，然后呢等于两座大安森林。所以我们这次活动呢是尽量要鼓励民众索取发票，而且要申请这个载具来用这个无纸化的发票的推动，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。活动当中，嘉联有线电视公司董事长柯英祖嘛特别前来响应，在电视中嘛真肯定后备客情所对地方的贡献和关心。每年所举办的这个活动，我觉得非常的受到大家肯定，因为这个活动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守法，怎么样来对这个税金处，我们应该要的义务跟权利，让我们都知道。另外，七分妈祖经结合今日活动，特别将募集到主管、关政府家务中心，包括馆长苏丽芬、含李金勇等人，嘛拢专程前来参加。所以来到这个所在，特别有感受到，来到这的时候，空气真好，啊，气氛嘛真好，啊，后来气质嘛相当好吼。啊，咱拄只的时候看到吼，经过啦吼，咱的学校安尼邀请真侪团队来咱这表演吼，啊，再加上我们小孩子的学生，把今天的周末来讲的话，点缀的吼，啊，非常让我们怎么非常非常有意义。税务新妈祖节今年活动真精彩，除了奖品丰富以外，节目也相当的多元化，尤其是摄影比赛，吸引了真侪人来参加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